各自做自我介绍，是不是？好，来，我们有一分钟的时间呢，准备一下哦，一起做自我介绍。来，三十五号团体自我介绍，请开始。大家好，我们是 Mixing。大家好，我是娜娜，我以前练过体操，所以我能劈腿、能下腰。大家好，我是 Cindy， 我是 Mixing Dance 的主办人，我就是一个舞蹈老师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露特斯，我也很喜欢跳舞，所以来参加这次比赛。谢谢大家，我是李密，是我召集大家一起来，因为我们是从台湾的各地四方一起来参加这个比赛的团员，然后我们都非常热爱歌唱、舞蹈，还有各种的表演，所以呢，我们很希望能够成为这一次花卉的代言人。那我们接下来呢，会有一个演出是一个舞蹈的，叫做 Ice Cream。那希望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享受音乐，然后享受我们的舞蹈。谢谢大家。谢谢三十五号团体的自我介绍，非常有特色。那紧接着呢，他要为我们带来团体的舞蹈演出 ，Ice Cream， 准备好了吗？请开始。谢谢第35号参赛者，谢谢李密、黄宗莹、廖一婷跟罗文婷。